爸爸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带领青梦赢了沈华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。喂，拍什么呢？删了。给我！按照这个套路，应该要接吻了吧？无聊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？他就是青梦的王牌夜神。球队需要王牌，而整个青梦的王牌就只有君夜。那他万一不来怎么办？凭老娘的魅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我这样可以吧？嗯，好巧。何正，你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楚然都买好玫瑰花，准备表白了。激动什么？明明是你在躲。什么？第一场。不过我不介意在这里让你死心。你喜欢松本夏是吧？我也很讨厌苏暖夏跟君夜走得太近。你之前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她是你拿来当挡箭牌的吧？我说你现在是在以权谋私，偷拍对草吧？也不知道谁手机里面全都被林炫给占满了。以你的身体素质，好好训练，一定可以成为樱木花道的。还有一个月就比赛了，你们在这聊八卦，听好了。我们是篮球队，不是八卦团体。一切听从教练安排。我要重建的青梦队一定是能打败神话的队。现在我们球员都整齐了。神话一战，如果真的想要赢，就必须一起努力。青梦必胜。你就想这么结束吗？不然还要怎么结束啊？